那第二 part 就系读，而家开始啦。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嘛，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嘛。你哋想一齐读，你逐个逐个读。逐个逐个 ，me first。好啦，你读。清明。清明。清明雨霜放放放。清明时节。清明时节。什么？放放放。雨纷纷。雨纷纷。路上行人。路上行人。断云。要穿云。借问酒家，借问酒家，何处有？何处有？牧童遥指，牧童遥指，杏花村，杏花村。到小宝，睇字，小宝，李红祖同学，望住啲字，清明，清明，清明时节，清明时节，雨纷纷，雨纷纷，路上行人，路上行人，欲断云，欲断云，借问酒家。何处有？何处有？牧童遥指。牧童遥指。杏花村。好啦，跟住你两个一齐，普普通话读一次啊！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！普通话读一次，两个一齐。清明。他们家这边的是妈咪，就是个土匪。妈咪他们个土匪。那。望住，读一次普通话。小安，我的皮肥。李小安同学，望住。清明，清明，清明雨声纷纷吧。清明时节雨纷纷。清明时节雨纷纷。清明时节。清明时节雨纷纷。但那些人，妈咪皮肥。哦呀，但那些人，妈咪 ，I mean Jessica， 皮肥。金总，哇！哇！哇！不中有主，杏花树。小宝，捉你嚟，坐翻张凳度。呀！坐低。嗱。